医疗关我就要你多吃几次。医官没有，你吃一次有被看到啊，隔天就叫你喝。要随机看看，这个屎辣辣的吗？还是甜甜的？哦，那要看昨天吃了什么。我要看一下这个理由到底能不能免疫耶、欸。我可以用我自己发生的吗？你跟我讲，你现在在 Google 吗？你现在 Google 吗？没有，你跟我讲，我就知道了。我还记得，那讲出来就不能出了。不能出了。这样跟你讲就不能出啦。啊，对哈。对啊，就一个现成的教育班长在这边。搞。我要查一下了。真假的、哦？说听过，为了不当兵一直重读，真的没用啊。好，不行，那你就讲出来吧。是什么？来啊，讲出来啊。那个，我本来想说蛋蛋少一颗就免疫，结果哎、欸，我怎么记得可以？我记得。结果我去查一下，他们说少一颗蛋蛋不会妨碍到正常兵服役。那你要问，那少两颗呢？少两颗好像。少两颗。好像也没，好像也不会那个，也没一颗不行，那两颗呢？所以少一颗蛋蛋不行，还要当兵呢、欸？不是，少一颗哦，要打错字了，难怪一直找不到。你是打皮包过长吗？皮包过长，哇，这样都不能免疫哦，好可怜哦。少一个，可是我记得男生的蛋蛋不是。不能只有一个吗？一个没了，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可以啊。你现在有一个，你现在去捐掉。你跟陈奕迅道歉。你就跟肾一样啊。我忘记了，医生啊，陈奕迅啊。对啊。有，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嗯。哇。哎，秋风要什么？难度好高哦。所以题目真的要确定这个了吗？看你们都已经在查啦。看秋风啊。不知道，啊、我查、啊、查到就可以了，查不到就赶快换题啊。嗯，发挥想象力，这是发挥想象力。我们的确是想到了啦，可是就怕人不能用哎。所以是免疫还是验退？免疫对吧？验退方法差不多，就应该可以，都可以，都可以吧？反正不能当兵啊，你不能是免疫还是验退都是不能当啊。有啊，我听过不用当兵最扯的理由，是逼别人吃屎，吃屎说了没有？逼别人吃大便。嗯，哇，嗯嗯，前天才刚听到两个，你们不就是的故事而已？如果撞皮的话怎么办？不是不是，对啊，早做啊，撞过轻啊，不都这样？不用当兵，我的不是，我的不是，我的免疫不是。太胖太瘦不行了，好了，少两个。有人少两个，对，我觉得这个观众有讲，因为我是女生，漂亮的是女生。哎、欸，阿杰瑞，哎、欸，啊，如果食指割掉一节也可以验对吗？哎、欸，等一下，一节食指要看长，要看长度，就食指的那个啊，指甲那一节。我想说一下，我剪长哎、欸，我这一题就有食指少一节，对啊，是有当，所以还是有当。啊，少两节的话就可以，对不对？对对对，少两节，就是因为你不能开枪，扣扳机啊，对，不能扣扳机。哇，少一节还要当兵哦、喔？对啊，因为你扣到扳机，扣得到啊，你扣到扳机就可以哦、喔嗯，你可以扣下扳机就可以。瘦一点就不当兵，BMI 低一点，照理讲要当兵才对啊。不行、啊，我们没有体力，我们没有体力，他们举不起枪。啊，枪太重了，身高两百以上也不用当啊，真假的？太高太矮，太高会被当靶。他的问题啊，好了，真的要这个吗？太高你啊，不然就别当，想一下。再想哦，再想其他的哦。想继续想啊，这个都要剪掉。那个十大免疫排行，剪辑是在抱怨的啊，这边要剪掉。我们接下来就继续想啊，讲了那么多还要剪掉，前面都剪掉，前面都剪掉了。十大免疫排行第一名就是体重啦、啊，大多数的人体重最好符合啊，占一半以上，吃胖一点。那忧郁症呢？忧郁症也可以，自闭症也行。对啊，精神病患。我是因为忧郁症啊。患的，我是因为心脏病了、啊啊。那你都可以了，问题。哇塞，重要关节就是你们讲的、那個。你曾经因为这样子免疫，就代表那个方法可以啊。像我们是体重过轻。像我有朋友是体重过重，那个朋友叫什么名字啊？你可以讲出来。他是最近减肥成功，
啊，他的名字好像还没有成功，我觉得他瘦很多了哎、欸。他名字好像我记得好像有好几位吧。他去台中去跳那个弹簧床啊，然后被说不能进场，因为太重了。真的很坏、欸，很坏、欸，很坏、喔。我学弟娘娘的影片有，啊、我都有关心，我都有关心。好坏，好坏，真的好坏。所以有要这个题目啊，再讲下去这个不用当题目了。我已经放弃了，只是在聊好玩。好好，那看别的啊。我看那个免疫第四名叫做智能不足，第四名对智能不足，装傻，因为你是智能不足，所以不能当兵。不知道，可是那两位应该是个低能儿。可是我觉得班长也很多智障啊。那你哇，杰瑞他讲他讲的，不是我杰瑞是最聪明的那个啊。哦，谢。那个新训单位的都算很聪明的，那个是要下部队的班长才恐怖。哦，下部队那个一个比一个还狠吗？我觉得他们不是智能不足，他们只是没念书而已。就直接这么讲好了，就是他们教育水准没这么高，所以就是有时候想的跟我们不太一样而已。Yeah.觉得怪怪的，形容词，这是1.15星的蜜蜂地形。嗯，蜜蜂，哎、欸，对，都还没看过哎、欸。蜂蜜有没有跟蜜蜂有关的题目、啊？蜜蜂有关的题目没有，太 low 了。有没有跟？哎、我最近看到一个那个立法委员啊，那个吴二阳蜂蜜柠檬。你不是最近很久啦？对，你的时间还在动起啊？时间都已经启动了，他的时间都动了，人家都解冻了，不是有个人还在活在12月24号？没有，已经解冻了，二审宣告无效了。哇，可是他还是活在过去，不是吗？流动那个蜂蜜柠檬竟然还有去参选那个某一党的不分区立委，哎，哦，一定要的啊！他蜂蜜柠檬，你可以去看一下，然后那个。什么那个人啊？后面的简介就写蜂蜜柠檬最佳代言人，他写强力推销人员，忘记了，确实是最佳代言人啊。对啊，超好笑的哎，在选举公报上面都可以看得到，你们可以去翻一下。你好开心哦，你好开心哦，告诉我题目哎，这个好好笑，安定力量。安定啊？没有，年夜饭吃什么高级料理？哦，这个是第一次来，第二次，第二届就盖过了。那个时候，那个秋风酥什么泡面烂透了。你知道那种泡面有肉，真的是说有，如果有的话，啊，不然就是我们的那个啊，如果我们参选要出什么政见理由，真的、哦、不一定要实现的嘛。啊、不是、啊、你说如果我们都是提出啊，要实不实现都是你的。那要实现的话，那台湾没得选啊。哦、啊，哇，是啦。像什么0到6岁政府养之类的嘛，对不对？不是胸部长6块肌吗？哪位？最近看到的。有这种东西啊？有啊。真的假的？就是选上让我们胸部长6块肌啊、喔？对，他说让现在让那什么健身房的年轻人。想要6块肌，我们就让他胸部长6块肌。真的有哎、欸，胸部长6块肌，有啦，欸、真的有哎、欸，很新哦，6块肌政策，对，哇塞，我哪的呀？来啊，厉害，你真的厉害，你想要6块肌吗？不要，好，团结力量大，好、哦，团员要出，你们真的要出一些18禁的题目嘞，就像你，可以啊。啊，可以啊，可以啊啊，你想要十八禁就十八禁，你要什么十八禁？十八禁吗？那居然有、啊、要十八禁，要黄标，大家一起来都不要赚，真的吗？要这么标吗？无所谓啦。你看过的导师名字？导师？什么导师的名字？导师？什么意思？举个例。什么意思？哦，我懂他意思。请举个例。不是这个，这怎么盖啊？你每个都啊，大家都对啊，每个都每个长一样，你要这个。每个都是你的导师，是不是？哦，你是指那个哦？谁盖的出来、啊？还是你是喜欢看的系列？啊、还是你最喜欢看的系列？哪一种种类？
这是公开处刑吗？比较好啊。这是证件发表，我可以下一题再说。证件发表，先证件发表吧。证件发表，你证件发表就可以去找导师了啦。发表完找导师。所以题目是：如果参选要发表什么证件，这样吗？嗯，可以。如果你是总统候选人，你想发表什么证件？哇！哎、欸，很赞啊！脑袋万岁！如果我参选立委哦，还是总统立委，都可以，都可以，都行。要总统立委有什么好参选的？哇！如果我参选总统，政参加世界的世界总统，嗯、有台湾伟人是不是？台湾啊！哎呦！哎呦！这样有搞头，很有搞头哎、欸！要这个，有人说美女生没刹车，飙起来，飙起来，还好吧？还好，有的女生比较恐怖，好不好？对啊，哦，也是啊，女生飙更快啊。女生的刹车皮是那个有，女生不按刹车的好吗？有刹车皮，你这刹车皮有润滑油，好不好？真的，直接滑出去。什么证件？如果我啊，我当总统，嗯，有什么证件要发表的？证件。我觉得这个可以。哦，证件哦，还是想太到了。证件惨了，这个这个没有。最讨厌遇到这种事情，没有这东西。没带钱包吗？罚钱，罚钱，罚爆他，罚爆他。证件，哎，有什么好玩一点的来想想看。好玩。当兵不用剃头。嗯。干每个都那每个八加九都进来了，每个长得跟八加九一样。不拔爆！哎、欸，就这个，还是哟，我觉得这个很不错。可是，哎、嗯欸，我觉得可是他给我一个方向。嗯，感觉有些店就有这种状况。我就会客诉他。好好好，就出这个好了啦。你是说《冰雪奇缘》主题的那个吗？餐厅吗？什么东西？还是我打这个？这好棒啊！还是一个就够，就应该一个就够。咱提供的要有这样的啊，嗯，怎么瞎啊？这个好不好？完美好不好？这个证件好。我的证件超棒啊！大家都可以感受到我的怒气，有没有？是多是多气啊！谁提出的证件，我一定投他。哎、欸，不对的，证件好像很难盖。工作上班可以看实况，这个是老板的问题，这应该不关证件。哎、欸，我想一下啊，来不及了啦。时薪3000块，好难哦，台湾会倒。哎、欸、哎、欸，还是什么？杰瑞，哎、欸，这是杰瑞，对对对对对，啊，法师他想盘心安迪烧香，干嘛？我有 G， 我有 GG， 他是 II， 你有 G， 你有 G， 是不是我的是 G， 你的是 I， 哎，哎，不大分我一个，盘心有 G， 法师没有，分我，那有 G 的赶快算，很难想，真的很难想。欸对耶，哎、欸，我哎、欸，我觉得可以。等一下，对啊，你没不要按，可以改，可以改，你先用镰刀画一下、啊。你不改，我们就要讲了。用镰刀按下去，剑不棒。哦，有了，呵，快要他性命。想一下啊、哦，哎、欸，我想到一个很狂的政策，就是禁卖保险套，这样子出生率就会高一点了。没有那个，等一下，哎、欸，我觉得这个那个得病率也会上升。对，哎、欸，可是这个，嗯，我就会被贬哎、欸，你早该被贬了。刑法、啊、没错、啊，我这都是刑法、啊。哈哈哈！嗯，哇，想要判个无期徒刑。他会，
哇，不行啊，这会死啊，这个。欸、我想吐另外一个，可恶，看这么难啊，现在都还可以。拜托你们选总统，真的有这么多政见哦、喔。我要对得起人民啊！犹豫不决的人要罚钱了。反正说一说又不行不行，决斗了决斗了，各位，这种就是决斗了，好不好？应该不会说怎么总统发表政见要花个几多少钱就嘛。决斗了决斗了，出这题目就是决斗了，好不好？决斗 GG、欸、我真的想不到、欸、怎么办 GG 那我随便出你是犹豫超过一分钟的人要罚钱好做我的证件有没有哎你就可以很瞎的啊为自己的都可以啊反心我就说帮你想到你就说兔子有公民权可以参与投票好不可以投票、哦、或者是跟兔子有什么相关的有没有好喂，就听你们的了。真的假的？原本还想说你有没有洋芋片的包装不可以有空气。对耶，哎、欸，好厉害，眼睛好烫哦。哎、欸，怎么是这做、個、做这个、啊？哦，这么高啊！风格调到这个啊，对，刚刚有人调到风格，好木头，好木，欸、这个哪有一定啊？这是谁出的、啊？真有种哎、欸！哇，这里真的有种哎、欸！关补助个屁呀、啊！要啊，那个不好嘛，这要补助一下。天哪！可以可以，这是，哎，不是，烦死你。我就知道他们讲的、啊、逼大家不正常我怎么干呀尴尬对若是你不正常就要注意一下越不正常越爽啊完全没想法完蛋哎呦哇想想有得想咯我怎么盖出那个东西啊那个东西要怎么盖啊！没有麦块盖不了的东西啊！有我盖不了的东西啊！创世神呢、欸？有你盖不了的东西，那就是你的问题、啊。盖不了，没有麦块盖不了。你盖不了的东西，那有一点多啊。哎呦，打错字！哦，都你啊！甩锅哦，甩很快、哦。我想法被你这样弄一下，我突然盖不出来了。我的问题咯不要吵啊不管先盖个意思一下然后咧、嗯、下一步是什么不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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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什么鬼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我怎么盖出那种感觉啊突然卡住好像你那我证件就是谁抱怨谁要罚钱罚爆法师谁抱怨谁罚钱，太恐怖了。完蛋了！哎呀，反正你完整盖出来，我们就可以选你了。你就当选了。喂，哎，好哎。啊，这不重点。反正先盖一个。那桌子怎么变小了？咚咚，那个咚咚怎么变出来呢？吹一吹。哎、欸，有了！哇，这么有用！脏东西！全部都变出来。这人呢、啊？嗯，我想想啊。嗯。差不多啊。咦？你有问号啊？这个完美啊！谁飙车？嗯，哎、欸，盖反了，不是这样子，没错，颜色不对，不过无所谓。
直接无所谓吗？不要紧。还没有人盖完哦。还没盖。那再慢慢盖哦，继续盖，继续盖。等一下，说不定就可以盖到万轮上街头了。哎、欸，这东西也不好盖哎，莫名其妙。我想盖那个。欸、好难盖啊，莫名。地板。我说这盖反了，算了，无所谓。又无所谓了。哦，我真棒啊！手下留情啊！剪掉、哦。没事，还说这个。哎、欸，不错，不错，不错。没有错，错、欸，错，错，错。不要打击我的信心。打击？正当我还没发现它有问题的时候，都是不错的。一旦发现有问题就完蛋。啊，你有问题啊？有啊。有啊，你有问题啊？那你还不赶快改？这个人就有问题啊。不要。可能从昵称开始就有问题了。我有，我没有。少一个 G 吗？从我一醒来就没有这个东东。你一出生就没有。盖。不见。没有，还没盖完，大家冷静。最主要的部分、欸、好像可以了。好了，按下去了。不要，不要了。哎、欸、哎、欸，我最早盖完哦。哇，大家太认真了吧？我们要努力的去选呐、啊。嗯。难盖哦，不盖、啊。好难盖哦，真的好难盖哦。怎么盖啊？哦，好完美哦！为台湾人好，好不好？可是接下来怎么做呢？啊，那那这样子，这样子，这样子，有信心。哦，这个是那个啊，算了，那个东东我表达不出来，那个行为。盖完了，我不能输他。那你先，那你先按啊，然后就按啊，按啊，按啊。哎、欸，先去看一下，他是还在先按而已吧。先去看。没有啦，真的盖完了啦。Easy 好不好 ？Easy，Easy。你是台女吗？可以告我来打。我来打个烟幕好了。那个两个字那个东西，我怎么把它变出来在这游戏里？真的吗？不行吧，我记得那个东西。不要。这是你的证件吗？啊。没有办法。哎呀，不要六块鸡啊。怎么就这样了？不盖了，不盖了。我这盖太好了。头颅要怎么拿？输吗？我书不见了，我把书丢掉了。好、啊，我把书丢掉了。这样你对啊？哎，我他书可以直接拿。哎、欸，我题目组哎，想起来。哎、欸，哦，早说嘛！早说啊！我没有摇着头嘞、欸。摇着头，完蛋了！我知道你想干嘛。来一个摇着头好不好？
来啊。那个东西，等一下我哦，我知道我盖那个东东。不要啦。要啦。剩下一分钟。那只是嘴而已啊。看有没有？哎，哎，真的来摇着头嘞、欸！太棒了！哦，先把那个弄出来。哦。啊。嗯。盖人好了，先盖人。嗯。人哦，你们要丑一点还是好看一点？好丑一点可以吗？好，你就最丑那个。丑对你来说太容易了，好看一点的好不好？有啊，好商量。啊，结束。这样子应该差不多了吧？有啦，懂啦。可以的，可以的。可以啊。怎么那么难？示意图。这谁看得懂啊？看你看到，可以看到你好懂一点吗？我等击倒，应该说你们要击倒，不会抽到我的题。这样会不会就亮了？